好了，主持人可以回来。好了好了，尴尬了。尴尬了。对，因为我刚在很认真的想节目，所以。可以唱啊。什么？唱歌不是一直跳舞那个，唱是跳舞那些。哦，我没有练。谢谢。Hello, OK, 好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的朋友，他原来是铁花村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他决定辞掉工作，然后他在这个礼拜六要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就在笑说，这个是不是他的那个行前的那个演唱？对，我们都很舍不得，但是总是要给他满满的祝福。我们欢迎千羽。今天公告，全办公室报告，那个没有事情的工作人员可以来看千羽唱歌，这样。